家好，我是小美女磊哥，每天都在烦，烦什么呢？像我这样风流倜傥、帅气逼人、成熟有味的老男，每天要面临的最心烦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亲。每次都会问你，有车吗？有房吗？有毛爷爷吗？说我有车、有房、有毛爷爷，还用得着找你吗？还用得着相亲吗？再说了，妹子们为了以后的生活幸福找一个可靠的男人过得过去，我也能理解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一想，哪一点配得上？凭什么？外形看来不要太仔细。还有就是相亲成功还要彩礼，动不动就是十几二十万，不算花，这不是借，这是买妻、买家、买日子。像我这样为了四千，就算我从阳台里打工，都娶不起呀。所以我为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，所以为了我的幸福，我要争取努力活到100岁，还要向前再借500年。我的小目标要是完成了，我的幸福就会来。